要来换一下他这个，我已经看腻了，厌倦他的这个外观了。然后，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们哦，这个荣誉的套件啊，它是这两个是分开买的吗？我一定要先买这个基本的，才能再买这个进阶的吗？要买两次哦 ，Oh my god， 1888就好。1288操盘，然后我跟大家讲啊，为什么我想要买那个荣誉的套件？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开布加迪嘛，然后我就想说给布加迪整个新的工方外观，毕竟这个游戏可以直接套用一键套用大神作者的超帅痛车，直接赞助了阿明1690，感谢阿明的1690，好啦，阿明的1690都来了。我们这边先不要废话那么多，先买，对不对？购买，支付 ，OK。进阶的先套用，先套用。进阶的也买，先套用。要介绍，等一下再介绍。谢明哥，哦，再回来，再回来。这里，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些青龙龙鳞套件，哇塞！然后还有这个黑红的套件，帅烂！你看那个没有套件的，没有套件的，突然好像就不香了，对不对？我只能说真的很帅啊。又帅又油 ，OK， 就他了。好，直接套起来。好，我就有这个套件了。啊，审核中是什么意思？马赛克被打在眼睛上啊！不用理他，好好好，等一下就没了。来了，体验一下布加迪最新套件。哇塞！哇，粉色回火来了，冒烟了！哇塞，这个刹车灯。可以呀、啊！他这个是刹车，哇，刹车就有回火！天哪，回火怎么触发？刹车会有吗？哇哇，放油也有，可以啊！塞，他那个回火跟喷弹器差不多了呢。哇塞，可以啊！电影演的都真的，对，电影里面都会有一台，都会有一个那个按钮。被盖子盖起来的，打开之后那个红色的按钮按下去之后，装在车上的秘密武器就启动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弯，等等。太快了，好抛，可以啊！他这个回火也太长了吧？可以，你看这样子跑还是快0.038、啊。我们都专心的在看这个 skin 上面，都还是比之前的记录快。我知道一般车有那个回火，但是这个回火怎么那么长？我已经感受，我都觉得那个回火有加速的效果了。哦，那我等一下怎么调？我等一下怎么调再问你们好了。我不知道我是哪里盖掉了，是这个工方套件盖掉吗？哇塞哇塞哇塞，来啦！哇塞，跳起来了，跳起来了！我布加迪点不过，不够劲。这边红转绿，出弯 ，AYC。但 AYC 哦，这个 AYC 不是比较快，只是比较帅。哦，各位 ，AYC， 啊、哦，再来一次，有没有？两次 AYC 可以达到点阅率变高的效果，大家记得。太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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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维持这个速度，我们能赢。啊，太快太快啊！
我有火帅啦，没错啦。你开帅不开快哈，大家要记得。AYC 好，大家记得这个最后终点权实现哦，可以连续点个大概六到七下的 AYC 开帅。开币用原厂会发光，我看一下怎么调。个性装饰哦，这里哦，有了，这里啊、哦，第一次改这个东西哦，太细节了，它这个可以改的东西太多了。车底灯、哦，它有这个循环灯哦。这么小哦，这个循环灯那么小哦，120转哦，那我刚才买60的。呼吸是什么？呼吸会闪烁哦。OK， 那我要呼吸，我不要循环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直接实战开标。有车底灯加轮胎，哦，有了，回火加车底灯加轮胎来了，各位看好了，好，这个大弯。哇，侧边再来一个回火，帅烂，可以呀、啊！哇哦，你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一台布加迪这样子改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小心，站远一点，不要碰到，赔不起。好，故意甩大一点，看看我们的轮胎。好，两圈的，挑这个180度的弯。怎么样？我们这回火。那谁不能改啊？开玩笑。现实中不能改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来巅峰极速里面最真实的3A 拟真竞速赛车游戏里面爆改痛车。布加迪厂商禁止车主改装，那我现在改成这样子，我完蛋了、欸，我要被挤烂。哇塞，有哦，啊，这审核中，完了，审核不会过了。布加迪的厂商正在抵达战场，没有，开玩笑了。这回火实在是太香了。成功爆表，加油，冲啊！哇塞，有点加速有点太快，太抛了。啊，太早进，哦，猛兽一台。照着速度，我们要冲上天了。布加迪也不能动引擎，它这个引擎还需要动哦。哦，我刚是拓海的惯性漂移，它失控了，我直接打成惯性漂移。来试一下超级飘，超级飘，哦，可以耶，这布加迪这样甩起来其实是挺舒服的，这里也飘，哦，这布加迪这样做其实真的挺舒服的，大红镜不掉速，角度够就拉得回来。OK。这里卡一下，好，不行，这角度要撞车头，红进去拉出来 ，AYC， 好，回火，再回火 ，OK。你说后面没有人是因为没有人想跟在我后面是不是？不是因为追不上。